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12月19号，我们今天来到金牛的王大姐安住地，来分享下来使用大力丸之后的一个效果。啊，这个，Hello， 您安住过来先生怎么样？拜你。来拜你的果料哎，拜个老的五等干果豆，个老的个大力丸。哦。你上我的铺台呢，等对有个点呢，都谂等对。咁啊，十年哦，十年咁喎。嗯，跟你拉过来，咁点解攞快乐炒嘅仔喎？你攞炒我份识嚟，因为第条肉佢快嘅肉就变嘅啦，烂啦咁样。哦，快你嗰得快快两皮咩？嗰只？得喂，但得嚟喂，但系得分三皮咯，嗰得三皮，但系得分几斤喎？啊，咁咯，诶，嗰得几大两皮啊？几钟啊？跟你带三皮，我得悭得喎。哦，应该就悭得多啦。嗯，悭得。中啲省拉嗰個米拉都未到，費拉嗰個肉多，你哋去點曬呢條咧？到未？嗯，計緊漏條肉都撈曬嚟，計緊嚟計緊嚟多啲肉丁。咁未？咁未肉多啦？個前邊計緊漏得費好難啦，爭少。誒，但你還都唔易噶，計漏得大三皮噶啦。哦，即跟你哋揾啲皮我做啲嘛？用啊，得皮啊，唔做你諗咯。嗯，好。